Xtrail 轻油电，电油分工，节能高效。Xtrail 轻油电现正预售中，加入领航家，下定吉祥好礼。
是谢金燕，姐姐的美丽交给爱的努力。我是谢金燕。陪我一起旅游台湾的骄傲。你的参与当中
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场上进行今天周末的第一场比赛，由伊朗对上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透过我来电视网的现场直播，一同来欣赏2023第42届沃联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男组的赛程。那今年呢是20238月19号星期六，那么这是大会倒数第二天的赛程。那么我们一样啊，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呢，为大家带来连续4场的比赛。那么第一场比赛呢，将是要由阿联来对上是伊朗，那么依序呢由日本来对上菲律宾，那么再来韩国对中华白，以及美国来对上中华蓝的比赛。前两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呢，邀请到是名球评小谷古彦伟。那么你好，我是张立群，还有全体的工作团队为大家带来球赛解说的服务。球评你好，主播好，各位大家午安，我是古彦伟。好，那么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为大家带来今天4场赛事。那先来看一下两队先发名单。阿萨哈拉米 ，Number 11 C 号 Rush 阿萨哈比 ，Number 15 Johnson 阿拉马斯米 ，Number 20队23号 S Omar Number 42 40号 Terry Thomas Head Coach 总教练 Ben Smalley 助理教练 Assistant Coach Southern Ladik Johnson Ashlush Team Manager Eddie Ahmadi。Team Around。伊朗队球员 Number 7叫 March Rahiman Number 10 Salar Tahali Number 11 Mohammad Mahdi Haydali Number 12 12号 Eshar Hatami Fai Number 13 13号 Hossein Mokalia Number 18 18号 Sorina Azadide Number 24 24号 Ronan GafariStarting five, 先发伊朗队 Number one, 1号 Asam Dali Zuhan Number four, 4号 Alireza Salivi Number 23, Mohammad Rahimi 86, 86号 Ami Jose Azali Number 88, 88号 Ami Jose Yazalu Head coach, 总教练 Mo Abdini Assistant coach, Jabal Rahandibu Rizzo Hangangbu 双方球员场中握手示意，本场比赛即将开始。Please handshake with each team。好，这个是今天8月19号所进行的第一场比赛呢，由伊朗队啊来出战是阿联队。那么稍后呢，比赛就要开始。那么我们在比赛开始之前呢，也来关心一下到目前为止哈，那么最新的战绩表。或在此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三位执法裁判，分别是我国籍的三位裁判呢，哈，分别是谢文伟先生，那另外何长仁先生，另外还有陈兴先生，这场比赛的三位执法裁判。好，战绩的部分呢，中华蓝队呢目前呢是6战全胜的成绩，那美国队呢则是6战全胜，因此呢稍后呢晚间7点钟的台美之战，很有可能就是本届琼斯杯的冠军之争了哈，但很有可能，因为韩国现在也是5胜1败了哈，算是紧追在后。不过琼斯杯的赛事呢是9天内呢各队要打8场的比赛。哦，然后并没有就是所谓的进入到4强之后呢才做交叉循环的，所以循环赛的战绩呢就是最终的排名呢，也因此稍后的台美之战呢哈，还有明天的台湾对韩国的比赛呢将会非常非常重要。那另外我们看到卡达呢，另外还有阿联呢则是3胜4败的成绩，中华白队呢则是2胜4败，日本是1胜5败，菲律宾是1胜5败，稍后3点钟了日本跟菲律宾要来交手。那么伊朗队呢目前呢则是1胜5败啊，这是目前为止最新的战绩排名。11 دهو میگیره دهه بلنده آره شوت میزنه تو ریباند حملش هم خیلی خوبه اگه مصاب کرد فقط وایس تا جلو دستا رو بگی بالا ریباند کن میچرخه ای گول میزنه نپریا شریف好，那小谷怎么看这场比赛呢？哦，那么阿联现在是3胜4败，伊朗呢则是1胜5败。对，阿联其实在这一次来到琼斯杯前面2天看起来展现出一定的竞争力，不过体能始终是他们最大续航力的考验。但是从第3天之后的几场比赛看得出来，他们除了在整体的战力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以上，我觉得他们的能够撑到现在，以这
包含他们的23号的大叔 Omar 能够撑到今天啊，应该算是在整个比赛里面算一个大惊奇啊。因为他其实从说真的，他从第二天面对到美国之后，看得出来感觉油箱快没有油了。不过从他们后面几场阿联的比赛看得出来，他们真的是慢慢找出了一些其他不一样的可用之兵。是，好，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所排出来的先发球员。那两队呢，其实都是红白基底的哦。那伊朗啊，今天呢穿的是红色球衣，今天所排出来的先发是背号1号的达里祖汉，4号的阿里沙瑞夫，那么还有23号的穆哈梅德·拉希米，86号的侯森·阿扎里。88号的 Jose Yazaro， 那么这是伊朗队的所排出来的先发阵容，他们穿红色球衣，那白色呢就是阿联队啊的 UAE 啊，那么阿联也是打本赛季的哈，他们在琼斯杯的最后一场比赛啊，所以刚刚呢他们在回去教练讲战术之前呢，他们还有拍一个团体照，对，为今年的琼斯杯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了哈，好，所以刚刚已经拍团体照，因为明天他们是轮空没有比赛了，他们所排出来的先发呢则是背号10号的 Omar Ameli， 11号的 Rashid Azabi， 15号的 Jasmin Alamazami， 23号的 S Omar， 42号的 Terry Thomas， 那这是两队的所排出来的先发阵容。好，画面上看到的 Terry Thomas， 过往也曾经代表其他国家来参加过琼斯杯。对，包含是过去代表过加拿大，当时是以 3D Global Sport。对，那本届的琼斯杯呢 ，Terry Thomas 呢平均呢则是12分，那另外抓下5个篮板。对，那其实从 Terry Thomas 表现可以知道，他其实进攻火力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整体的球队攻守串联，让他其实整个进攻端的表现发挥也不是那么稳定。好，伊朗队呢穿的是红色球衣，阿联呢则是穿白色的球衣。赛前阿联呢是3胜4败，那么伊朗呢则是1胜5败，现在比赛正式开始，要由伊朗队呢来发动第一波进攻。外围的 dribble handoff 之后，这个球给到篮底下，哇 ，nice pass。对，伊朗其实在这一次哦，虽然说这一支代表队大多数是以国家队的二军为主，但是他们还是展现出来这伊朗球员的特性，是包含身高、包含对抗性，还有这种在篮底下烂仗，他们是真的有一定的水准。好，背号1号的达里祖汉漂亮的传球。好，帮助了23号的 Mohamed Rahimi 的出手得分，不过这个加罚并没有罚进。回到阿联进攻，给到了 Thomas， 球队当中最具有攻击武力的选手。上来一个挡拆之后呢，裁判哨音响，伊朗球员倒地，不过看起来裁判还是追伊朗球员犯规，绕过掩护的时候身体有接触。对阿联被23号的 S Omar 来讲差一点点被抓的一个进攻犯规，我国籍的裁判呢抓的是一个防守犯规。好，开始我们看到伊朗目前他在半场防守守些什么？对，他们其实一开始也是用这种 match up zone， 但其实，在阿联这边面对对方的防守，其实用很多在左边45度角的后人的位置来做突破，把整个空间给拉开。是，伊朗背号1号的达里祖汉一开始相当的活跃，对他确实是这一次伊朗里面呢、个人能力算是顶尖的球员，是。那过去其实也不止一次来过琼斯杯了，是。在很早的时候，其实他就被列为是伊朗这边的后场可能的接班人来做培养。以前的伊朗啊，当然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好吧，像后卫卡瑞尼啦，对，这个就是国家队的常客了。那以往台湾哦。这个打西亚国家或中东国家最厉害的是谁呢？是李学林。是李学林。哎、对，专门打像卡达拉、伊朗啊这种西亚国家哦，是李学林。哦，这前面就是展现他个人能力，一对一的欧洲步、直接踩上去。是。那这一批的伊朗球员，其实除了几个20岁以下比较年轻哦。真的是这种还是小朋友的新生代之外，大部分这种22岁以上中生代，其实距离他们国家队的真正一军的培训的24人的门槛呢，大多是有一点点距离的。是，
对，然后其中这真的进入过国家队一军培训，就是达里扎克，他其实这是2019年那时候他就已经是伊朗当时来琼斯杯的主控。那达里泽汉呢？这个罚球罚进之后呢，目前为止呢他攻下了4分，另外传了一个助攻。对，球队目前的前6分都跟他有关。开赛目前1分半钟，您现在所欣赏的是2023第42届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男子组倒数第二天的赛程。不过这边刚刚阿联是把他们的主力的老将啊，欧玛给换下去了。是，他现在应该是没有犯规麻烦啊，只是看起来是真的比较没有力气了。因为阿联明天没有比赛，换句话讲，这是阿联打了第8天的了。对，在全世界真的以，尤其在西亚国家，他们打的赛制一年，尤其是像阿联这样子的篮球风气不是那么旺盛的国家，大概就15、16场例行赛而已哦。那今天等于说打了他们半年的量，这个礼拜而已。待会比完一定要吃一个家乡味了。对，8-6。没有抄到哦，一开始阿联前3个 field goal 呢都是3分进球。对，他们确实有几个球员看得出来这个个人能力上经过几场比赛的磨合，看起来是真的慢慢进入状况。是，而且确实一开始真的在打韩国的时候，感觉他们是一个两人的球队，就 Terry Thomas 跟 Omar 两个人啊。不过后面越打确实是有几个球员慢慢是冒出头来。好，伊朗这边呢由贝奥88号的 Hossein Yazalo 出手得分，现在是11-9。那么现在伊朗呢暂时领先了阿联。好，再回给 Thomas。好，切入的时候，哇，球没有保护好，结果被抄走了。前面伊朗有多打少 Power Play 快攻的机会。哎呦，这个球没送好。我还好啊，再把球给救回来。好，变成了一个半场的 Set Play 了。对。不过应该是拉开1-1啊，空间拉得非常的开，出手没进，但篮底下再抓到进攻篮板，结果造成了对手犯规。对，这个其实很明显就是防守者这边没有做好卡位哦。对，那贝奥4号的阿里·沙瑞菲现在有2罚的机会。沙瑞菲看得出来他是功能相对比较单一的球员，就是一些冲抢、跟进还有二破篮板。但确实打到现在，他是真的展现出蛮好的这种烂仗的能力。年仅才19岁哦，201公分，高100公斤。那么在本届的琼斯杯呢 ，Sharifi 呢是平均7.7分，另外5.1个篮板球，另外有一些外线投篮的机会哦。其实，在伊朗啊，从过去的萨哈基安还有 Kazmi 之后，这种200公分的2021、2022上下的这种体能活动力很好的4号位，其实真的也陷入了一些断层啊。直到过去他们在这个位置上，可以说大概国家队啊，大概会2到3个是让东亚国家是非常非常头痛的这种人选。没错。以往像哈达迪啦吼，另外还有萨哈金呢吼，这个4、5号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对，基本上就是在亚洲国家就是顶级的内线。对对对。那哈达迪过往是曾经打进过 NBA。对。打破了就是当时的，就是因为还在美国，还是在禁运的时期，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跨时代的成就。13-9，那么现在伊朗暂时4分领先的阿联。阿联这边还是用从左侧的45度角的 Horn 开始发动，看他们连续2、3波，基本上都从这边的无球跑动开始，我做了一些 stagger， 还有一些 hang off。好，比赛目前将近进行4分钟左右。所以就拉底下转身差点点掉，我再救回来，进攻时间还有10秒。哎呦，哎呦，按照现在规则，这个是允许的动作。不，他这个动作基本上跟 T Mac 不太一样，他是滑掉的。对对对，但是也差一点点。出手力量稍微有点点不足，好，再出来。好，现在基本上呢都是由背号11号的阿扎比，一开始连投2个3分的由他来主导攻势。好，杀入到篮底下的时候呢，结果造成了犯规。不过在阿联这边呢，他们的打法相对是比较单调一些些啊，大概同一套的配合打了3、4次，但是其实都没有比较好的结果。我这边欧玛又上来。
应该是他们在整个半场进攻相对是比较停滞的，因为球都集中在外围球员手上。十号的马里呢，现在要来罚球。在本届的琼斯杯呢，平均可以拿下5.1分，另外3.9个篮板，上场时间大约在20分钟左右。这场比赛的目前为止拿下4分的，包含了一个3分进球的 field goal， 5分的。13-11，那么现在伊朗呢战胜2分领先的阿联，距离第一节比赛结束5分半钟。好，外围 hang off 之后做一个挡拆，再给到左边的底线，有一个小空档。对，这边是刚刚 Omar 他的脚步有点对不出去。是。进攻篮板呢被伊朗这边呢再拿到，哦，造成的是阿联的犯规。0.3分球飙进，还是对位的脚步哦。看得出来，阿联这边确实在防守上是有一些疲态。穆哈梅德·瓦哈伊米呢出手得分，现在帮助了伊朗16-11，现在取得了5分的超前。塞拉尼下，我把这个球再给出来，再回给他。哎呦，哦，这个出手看起来整个是真的胆战心惊哦。对，相较于现在阿联的11分当中只有2位球员得分的，伊朗这边的得分就显得比较平均的，一共有4个球员拿下分数，所以在开局的比赛刚开始，现在伊朗16-11暂时领先了阿联。场边喊一个暂停，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欢迎跟着未来电视网来欣赏2023第42届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那么今天是8月19号，那么大会倒数第二天的赛程。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一场赛事呢，由伊朗来对上是阿联。那么稍后呢，则是由日本的来出战是菲律宾，韩国对上中华白，以及美国来对上中华蓝的比赛。那特别是晚间的两场比赛呢，哈，对于比赛的一个排名呢，将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来，请大家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呢，就持续来锁定。16-11，那么第一节呢还有4分半钟左右，哦，又喷一个3分。这边伊朗已经有一点要投到头开了，哦。前面几次的防守端对位，在阿联这边看起来是整个卡位啊，还有在基本的换防交代上，体能都出现一些影响，很明显是比较慢，而且真的专注力不太够。是，刚刚得分的是 Jose Yazalo。那其实开局两队目前为止的3分球命中率其实都还蛮不错的，只是在伊朗这边呢失误比较少，然后犯规也比较少，那阿联呢则是失误比较多，犯规比较多。刚刚是欧玛投进19-14，长篮板现在回到阿联手上，阿联这场比赛穿白色球衣，伊朗穿红色球衣，直接起了，很有信心，外线出手球进。哦，那现在阿联呢追上来了，也使得伊朗教练喊了一个暂停。主要是这几波的进攻哦，都是这种外围直接没对到人，虽然整个出手在阿联这边并不算很合理，但是其实伊朗，哦，他们刚刚
逼了对方哦，就是进入暂停之后必须要变招。理论上他们应该是可以有更多主动的这样防守的布阵。我看起来这个年轻球员真的心态刚刚也放得比较松。好，还有3分35秒哦，伊朗教练喊暂停。看得出来伊朗这一次啊，虽然是这种国家队比较二军还有年轻球员混编，但是他们的总教练是真的蛮投入在这个比赛的。好，来看一下阿联的这几个三分，其实都不是真的完全的 wide open 的空档，是有一些 open shot 的机会。第一节阿联目前为止的中长距离的把握能力相当的不错，所以现阶段的哈，虽然开局就落后哦，但是现在也只落后两分，也迫使了伊朗可能也因为防守端的设定没有达到教练的要求哦，所以喊了一个暂停，投了5个3分是。现在阿联的三分球呢是7投5中哦，那扣掉三分球的话，他们两分是3投0中，反而是离篮筐越远的哈，他命中率越高。主要是他们在靠近篮筐哦，都是从一对一个人能力去打到里面去哦。那其实以他们的体能和现在的打法来说，这样子效率绝对不会高。3分半中，第一节比赛结束，19-17。好，暂停回来之后 ，ATO 立刻拿下分数了。这个绝对是教练团想看到的。对。对方的防守脚步已经开始跟不上了。我先连续做两个 screen， 我在做修弱转移。伊朗这边有球员倒地。对，确实真的球给到 Omar 跟 Terry Thomas 两个配合，整体在阿联这边的进攻会打得比较流畅一些。21-19，那么还有3分钟，第一节比赛结束，现在伊朗暂时2分领先的阿联。我第一节两队的分数呢，其实非常的接近。对。伊朗进攻，进攻时间剩下6秒，这次进攻有点被延迟了 ，delay 了。外围的拆炸弹出手没进，波篮板球，伊朗再拿到，但是篮底下被 Thomas 扇了出去。现在在阿联这边守的是23区联防，那伊朗这些球员呢，看起来不太像，其实他们真的都蛮年轻的，可能要再打的稍微有一点点耐心嘛。还是一样是基本区域联防，只不过防守端是踩得比较开，后撤步，外线跳投出手没进，这两波的进攻打的是有点单打独斗比例比较高。那这一波现在阿联呢有机会把分数给扳平甚至超前，基本上在第一节呢多半的时间呢都在落后给对手。Thomas 决定自己攻，在篮底下拉杆倒地，裁判哨音并没有响 ，no call。那团队犯规次数呢？伊朗目前才2次，阿联则是4次。我伊朗这边看起来也没有好好利用，对方已经4次犯规了。如果再犯规的话，就进入到加罚，也目前为止也没好好利用到。对，那确实看得出来伊朗这边进攻端的处理跟有一些选择，尤其是达利萨汉在不在场上的时候，整体的组织是相对比较没那么明确。Yard， 嘿，别玩了。21-19。哦，这个半全场压迫呢，也很快就被破了。Omar 再出来，现在放慢，还有100秒钟，第一节比赛结束，要给到 Thomas 接球，利用他吸引再做一个转移，这个转移其实不错。阿联这边也始终没办法一鼓作气的把分数给压过去，还是2分落给伊朗。21-19，伊朗进攻，切入桌的抛投出手，打板2分。对，这个还是靠个人能力哦。
Hossein Yazalo 在第一节的目前为止拿下了七分的，是全队得分最高的选手。哦，这个两分球的命中率六投一中，对对对，就说刚刚阿联的这三分球比较准，对，远离篮筐反而是把握度好很多。是。哦 ，Soma 这个撑的有够久啊！对，真的是这种公园阿北的老球皮打法。来，我们现在才放慢动作，刚刚其实没有放慢动作，就看起来很像慢动作。零点五倍速啊！慢动作是零点二五。那伊朗的球员当然刚刚跟裁判是投诉说，这个到底有没有脚已经落地了哈？不过看起来裁判认为是并没有。对，这真的 Soma 他的打法。必须说他其实年纪32岁也不算真的很老，但是真的可能打法上像可能真是比他年纪看起来多了20岁。我本届的琼斯杯呢他表现得相当好，对，得分的能力也非常的强。他其实过去在 FIBA 的在海湾区这边的资格赛，就五场比赛，在去年的整个亚洲杯资格赛里面五场比赛总共拿了超过100分。而且海湾区的对手说真的现在是不太好惹。哦，那最后这一下年纪比较大，横移稍微跟不上。应该是要好好站好保护篮筐就可以了，就欧玛还是下手了，整个重心都没有站稳。加罚状态中，42秒钟的时间，第一节比赛结束。那因为对手阿联的团队犯规次数呢，已经在4次以上了，到第5次。对，现在这个球进算之后呢，还进行一个加罚，2621，不到40秒，第一节比赛结束，先伊朗暂时5分领先。往外传，再回给我们外线跳投三分球投进，真的是能里能外。本届琼斯杯的平均可以拿下20.3分，8个篮板。Pop out 的能力投篮是真的非常稳定。那这样子，阿联呢还有第一节最后一波进攻机会。哦，好球！现在追平了。那现在伊朗呢还有最后一集要来一个半场的 logo shot， 啊，并没有抛进。啊，第一节比赛结束，那么首节打完之后的两队实力相当啊，在第一节打完之后26-26战成平手。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第一节打完之后呢，双方26-26战成了平手。哦，虽然整场都在落后的阿联呢，哦，靠着他们在首节轰了6个3分球。大家知道这个 FIBA 是打一节10分钟哦，不是大家看到像 NBA 打一节12分钟，所以在一节10分钟能够砍6个3分球，而且团队是8投6中，哦，这是非常高的执行能力。对，这其实也考验到就是伊朗这边的防守，因为其实这6个3分球里面大概有超过一半以上啊，其实他们有一些能够真的对位对死，不给对方有出手机会，这个三分球他们应该是守得下来。好，罚完球之后呢，现在反而是阿联取得领先了，28-26。那另外就是这一场比赛，几次阿联这种在暂停或者是节跟节之间的 ATO，哦，他们是真的第一个配发挥跟调整都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哦。好，伊朗现在落后2分，外线三分球跳投出手命中，球进。伊朗这边呢，在首节三分球呢是8投3中，38%的三分球命中率也不差了，只是对手75%更高。Thomas， 再一个 Omar， 外线跳投出手，再一颗。啊，这边是另外一个，真的已经投到，这怎么投都怎么有啊？出手点又相当稳定。对 ，Omar 目前为止拿下11分，他本来就是一个真的趴爆能力很好的球员。这场比赛他很多Omar在外线出手其实根本就是挡拆之后他也没有想要往里面做下滑。好，看起来要再给Omar这个点。哦，拿到球之后再起，差一点点。我拿把球最后是被伊朗给控制住。31-29，哇，这个球被 Thomas 给抄走，前面有一个2打1，甚至3打1，哎，哦，他还想飞扣，哦，这个差一点点啊，我企图心非常的强烈的，对，但是最后并没有进，年仅22岁啊，Hamid Alabreki 啊，其实前面几场比赛看得到他有很多这种体能非常劲爆的演出哦，不过，看起来是真的企图心有，技巧跟判断还要再稍微再磨练一下，是。好，再看一下啊，这个是背号3号的 Hamid Alabreki， 他其实身高没有很高，大概就是190左右，但整体的爆发力和速度是非常理想。球权这边要回到阿联手上，哦，刚刚吹的应该是就是进攻方的这个妨碍重篮啊，就是有拉篮筐的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当然是不允许的，哦，所以球权再回到阿联手上。那阿联同时呢，这个时候呢，利用死球状态也换人呢，把背号10号的 Omar Alameri 给换上场。交给篮底下，再回给 Omar，还可以背筐，要准备单打了，来了，哎呀，差一点点。这位置已经要到了，但伊朗这边危险，被两根夹击。哦，裁判这边看起来给了一个犯规，应该是吹在 Terry Thomas 身上，有点可惜哦。对，看一下，刚刚其实 Dariza 拿到球的时候已经被逼到角落去了。欸，如果这个时间想哨的话，的确他的手已经是压在对方的手身上了。好，那现在 Omar 呢下去休息。不过你看，这个教练当然跟他也有非常良好的默契啊。你看他怎么使用他的先发，对 ，OK， 打2-3分钟的下去休息，然后下去休息之后再上来，上来之后呢砍了大概13分，然后砍了13分钟呢再下去休息，哦，就是说，也了解到说现在要他打一整场比赛，可能35分钟、40分钟那不太可能嘛，哦，但是怎么运用他的 elite minutes 呢，就是他的精英上场的时间来去做一个管控哦。对，大概就是让他连续打个5分钟左右，可能是现在他体能的极限，所以可以预期他这场比赛应该上场时间预期会在25分钟左右。是，那这个当然就是需要像教练跟选手的默契啊。例如我们看像 Plus D 富邦勇士的许晋哲，
就是说他使用像林志杰，或者说以前在使用曾文鼎，就是有很好的使用说明。哎，对对对，就是讲白一点，就是说在 regular season 的例行赛的时候呢，他会做一些时间上的管控，以及适当的一些休息。那真正到季后赛大场面，或是打这个关键时刻的时候，才需要这些发挥的他的这些资深球员的价值。3-3-3-2，现在阿联暂时一分领先伊朗的快攻，虽然没进，但是有罚球机会。空中撑得够久，那么四号的阿里沙瑞菲呢，现在要来罚球。本届琼斯杯的平均可以拿下7.7分、5.1个篮板。对，我觉得他未来确实是有机会哦。有没有机会看到伊朗的一军国家队培训试试看呢？是，这场比赛目前为止加上这个罚球拿下了7分。对，因为伊朗其实现在真的国家队一军是有点面临到青黄不接啊。我虽然有像雅各查理和贾姆西迪这样子的年轻的23号，大概中生代左右，但是真的4、5号位哦，真的已经快不行了。这个球可惜了，身体的对抗已经把对方给顶开了，但出手没进。前面快攻，来得很快。哎呀，动作很华丽啊，但没有进波，篮底下还是有常人把球给点进。18号的 Sorina Gradini， 哦，他有208公分，他这个在场上就像个 stick， 对，火柴啦、竹竿那种感觉，条子啊，一个条状。那主要是作为这种最后一线防守的功能性强人，好，出手没进，篮板球最后是回到伊朗手上。裁判这边哨音再响，看起来又要给 Terry Thomas 犯规了。不过他这个犯规看起来是他有一点点身体不舒服，对，要主动请求下场。对，因为他走回去的时候，很明显的就是一搏一搏。对。看起来应该是脚了哈，那而且Terry Thomas 呢，这个自请犯规啊，这个是他个人的第3次犯规，然后呢这一节团队的第4次犯规，那这一节还有6分06秒哦，所以换句话讲，阿联呢连续2节的过多犯规都会提早让伊朗进入到加罚状态中，就是看现在伊朗能不能把握住这个对方其实真的防守脚步已经有一点对不太到，而且2名的主力现在都是在场下这一段期间呢。没错，现在 Terry Thomas 不在场上，另外 Ashir Omar 现在也不在场上。这个犯规就真的比较没有必要。没错，哇，那这样子要让达利祖耶要来罚3个球，因为刚刚是个1对1哦，完全对方还没有把你给晃开了，而做个 step back 其实就防守者扑上去。那防守积极跟不积极这种过犹不及之间，这真的就是考验经验。目前攻下4分的达利祖汉呢，现在有罚球的机会。上半场他传球助攻的表现呢，也表现得非常好，已经传了4个助攻。团队罚球次数哦，伊朗队加上这3个罚球，团队现在是6个罚球。那至于阿联队呢，只有2个罚球，这是两队目前团队罚球次数的比较，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现在应该是罚完球之后呢，才能够换人。伊朗现在把贝尔十号的萨拉塔哈里呢给换上场，身高有205公分。伊朗队现在在场上有2个高塔，一个205，一个208。对，真的这种西亚的波斯人种，确实是真的，身材条件上还是真的是让东亚国家是真的直流口水。对对对，真
好让人羡慕了。对，那以往啊，当然日本有可能竹内兄弟哦是比较高，那韩国更早当然就是和申正嘛，啊，曾经打过 NBA 的河马哦，这个身高比较好。不过真的这种东亚国家有这种随时有这种2013、2005，基本上不太可能，就是一个国家队里面呢，怎么选都大概有两三个人啊，那这其实真的比较难。你看过这东亚国家的中锋，大概这十年来来去去就是这些人。是。那韩国当然更早，包括像金周成、韩基范，那个都是比较，也没有到这种身高了哈，比较偏向这种机动型的这个大前锋或是内线球员。那日本哦，更早了哈，年轻球迷应该就是真的没听过。对，老球迷可能听过冈山公宏，这个是早年琼斯杯的日本代表，也是第一个在NBA 的选秀会上被选到的日本球员。冈山公宏，对对对，然后哇，那也是一个就是来自于日本的巨人了。对，有人他的身高一说是210公分左右，那实际身高据说有230公分，因为基本上是巨人症。那他的吨位也非常的大，对，就是真的非常的大只。那琼斯杯今年已经办到42届了哈，那么因为疫情的关系呢，过去2年都没有举办。那但这个杯赛呢，它是有它的历史，还有它一些就是我们台湾的哈，就是等于是说无法参加一些国际比赛来去做一些接轨哈，所以历年来那当然都会有一些名将都曾经来台湾参加过琼斯杯，待会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做介绍。4分55秒，上半场比赛结束，3-9、3-3。那么现在伊朗暂时取得6分领先，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欢迎再回来。那么待会呢，3点钟呢要进行的是日本队呢来出战是菲律宾队，然后呢晚间的5点比赛呢是中华白来对上是韩国，那晚间的最后场比赛的7点钟则是中华蓝的来对上是美国。3-9、3-3。哦，这就是刚刚球迷小虎讲的哈，就说阿联这场比赛做的最好的就是在暂停回来之后他们的 execution 的哈执行能力啊。这 ATO 其实几次执行都蛮到位的，而且刚刚看到的韩妹也确实体能条件真的蛮惊人的，跳到空中才开始找篮筐。哇，这一下真的在空中是硬生生比别人多顿了一拍。那现在阿联呢，因为在这集的犯规次数呢还是很多哦，所以已经让对手先进入了加罚状态。我刚刚在暂停过后是欧玛又回来了。41-35，还有4分37秒，第二节比赛告一段落。差点点有点对位太慢了哈。
Soma 现在重新回到场上。那 Thomas 的部分，因为还有三次的个人犯规，又有点小伤，就可能要等到第三节。哎呦，这个 recover 的防守做得很成功啊。下滑的这些 Omar 其实走的还可以哦。十三号的侯勋 McLean 啊，成功的一个补防。接下来外线打地主线投进。那现在伊朗领先的全场，他们领先最大的一刻来到九分了，44-35。现在包含是 Hamid Albreaky， 另外是 Terry Thomas 都不在场上，现在对。阿联这边，他们整个运球稳定性、控球 playmaking 是真的看到会有蛮大的状况。那等于球队最好两个持球者都不在，所以阿联的总教练在这边先喊一个暂停了，因为现在落后九分了，还有四分钟左右，落后九分就是这场比赛他们落后最大的一刻，现在喊一个暂停。哦，这一波是一波15-2，三分半钟而已。We stay in zone, you don't communicate. We stay on man, you switch. I don't know. 不过蛮有趣的，就是这个教练 Salemane 他是突尼西亚人，他们官方也是阿拉伯文。阿联这边其实也是讲阿拉伯，但是看到这几场比赛，他们之间互动都是英文。对。对，教练刚刚讲的主要就是说，就是在这段时间防守的交代不是很清楚了。希望大家摔板子。希望大家能够在防守上的沟通联系上能够做得更好。对，不过看得出来，就是 Salemane 他执教阿联哦，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投入哦。哎，他也看得出来是这种不会让球员哦场上螺丝松掉的这种教练。44-35，那么现在伊朗呢暂时取得九分领先，还有四分钟，上半场比赛结束。对，不断去提醒球员细节。前面也讲过，他其实是兼任在阿联这边国家的篮球发展总监呢，等于他也统筹整个国家的篮球发展和规划。哦，哎，一样，哎，在暂停回来之后的又得分了。虽然这一次是个个人能力的这种 long two， 但是确实他们在暂停过后，这得分率是真的蛮惊人的哦。44-37，可是这个 FIBA 业余规则呢，哈，应该说 FIBA 国际篮球的规则呢，就是上半场两个暂停，下半场三个暂停，那也不能这个借暂停啊，或者怎么样啊，所以，哦，打李祖燕这次被挡下来，应该想跟裁判要一个犯规啊，并没有给，阿联进攻，这边看有没有机会把握一个乌打四，哦，来不及了，对方回防。好球，对，在 shot corner 的地方有一个转身跳投。Mohamed Albreaky 呢出手得分，对，他跟 Omar 两个人是从2011年的亚锦赛，当时少数到现在还在阿联国家队阵中的球员。因为阿联其实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了，是多年没有真正在亚洲一线的比赛在国际赛上亮相了。因为他们位居海湾区啊，这边还有包含像是海湾区的霸主卡达，然后还有这几年其实是慢慢崛起的沙特阿拉伯，另外还有现在表现非常亮眼的巴林。其实他们真的要在海湾区脱颖而出，其实是真的蛮困难的，哦，就是在海湾区这边除了他们之外，实力波动之间还有像科威特，那另外还有已经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的阿曼。不过讲到这个，美国现在正好就是在这里打比赛嘛，对，他们是去阿布达比嘛，对对对，所以跟希腊跟德国就是在他们的首都来打比赛。对，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边是七个酋长国，包含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阿布达比啊，像杜拜其实都是。那原本当时就是在脱离大英国协的时候，其实本来卡达也是其中一个，那后来卡达自己选择独立了，然后就变成全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是，所以哦，就是尤其是你搭他们的航空公司，对对对，阿提哈德还有，哎呀，对对对，那个
阿联酋，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商务舱跟头等舱，哇，那真的是极尽奢华啊！大家其实如果對、這個、我是没有搭过了，但我未来真的很想尝试一下。大家如果有真的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就是包含是阿联酋还有阿迪哈德航空，先不用看他们飞机，看他们在波湾区那边的候机室就好了。我真的以为这是皇宫吗？那我是知道的，是像他的那个候机室呢，还有一个就是雪茄室。就是抽雪茄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让你抽雪茄的啊。就是你如果对雪茄有兴趣，或是说你有涉猎的话，就会在那边遇到同好，对对对。然后全世界各个地方来的这个不同的品种的雪茄。好，48-39，那么还有两分钟，那么上半场比赛结束。好，现在有一个暂停的出现。这一集我们可以看到阿联呢，冲抢进攻篮板的相当强势哦，虽然出手次数多，但是并没有有高的命中率，所以现阶段呢还是落后给伊朗队九分。那伊朗呢，则是在这两节目前为止呢，一直保持了一个较佳的一个投篮命中率。Do you understand?Middle pick and roll, no three, no drive. Let him stop and shoot from the middle. 主要还是在提醒球员的防守端的问题啊，因为很多是在对方伊朗一个很简单的配合，后面就是海阔天空啊。好，看一下伊朗这几波的挡拆之后换防，哇，这个。一般正常来说，你在挡拆之后，你的中锋你至少做到 hedge， 就是你要踩住对方限制持球的节奏，持球的方向，不然就跟在场上放一个木人桩，其实意义是差不多的。两分钟，上半场比赛结束，现在是48-39，伊朗现在暂时取得九分领先阿联。暂停时间到，剩下最后两分钟，上半场结束。这个球差哦，还是最后被伊朗队给抄走。前面快攻机会，哦，好球！现在领先来到双位数了。那个小苏阿联在喊暂停之后没有得分哦，而且他直接把球给送给对手。这也是在于暂停回来之后，伊朗队改变了防守了。好，三分球进。八号的穆罕默德呢，在本届的琼斯杯平均给拿下6.7分。这边做一个 side stagger。我现在面对到阿联这边防守脚步比较慢，伊朗反而是这个时候采取比较多这种 fire out 跟 four out 的打法，逼着对方其实在防守端你要有更多在防守往外对位的脚步哦。这一点他们本来就是阿联体能跟他们年纪来说，这一点是真的比较困难的部分。这个每个国家哦跟裁判呢哦沟通哦，或是说。抱怨的方式不太一样啊，有的是摊手的，有的是像我们这边会跑过去跟老师老师什么的。对对对。好，那中东国家有些就是他双手合十，好，然后就是问无辜啊，然后跟裁判的哈来去做一些讨论跟沟通。那这个其实也蛮有意思啊，不同的文化哈，这个也就是琼斯杯大家也其实可以看一些比较 detail、比较细节的一些地方。50-42，吊大对角。哦，这个球转移的非常的棒啊，出手得分，还是运用到对方其实脚步防守真的对位有点跟不太到人了。好，刚刚得分的是达里祖汉。啊，这场比赛呢，目前为止呢，伊朗的三分球12投6中，也又来到50%。因为双方其实都是走蛮高比分的这样子的节奏。那主要也是因为真的打到这最快打到最后了，这体能看起来有点油箱没有油。好，可以把时间给压慢，上半场的最后一集。对，这个防守是走 gap。哇，结果裁判哨音又响了，又吹了犯规的。那这个犯规呢，要让伊朗球员来去罚球两次。
罗辛阿扎里的两个罚球，目前为止攻下了八分，这个罚球也罚了很稳定的，拿下了九分。哦，来看看这个球，哦，差一点点，其实蛮直的。是，啊，最后是弹框而出。好，上半场比赛结束，半场比赛打完之后呢，目前伊朗呢是55-42，13分的差距呢领先的阿联。那么伊朗呢，在半场打完之后，一共有八位球员得到分数，其中一号的达利祖耶拿下15分，88号的豪辛亚扎罗拿下了10分，是得分最高的两位选手，使得他们现在13分领先的阿联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准备好了。第42届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呢，是在台北和平篮球馆的来进行。那么今天呢是大会倒数第二天的赛程，那所进行的第一场比赛呢是伊朗来对上是阿联。那双方在第一节比赛打完之后呢，是26-26战成平手，但是第二节中后段的伊朗把分数给拉开。我们来看一下整体投篮命中率啊，伊朗队是非常理想的，啊51.6%，那远胜过阿联的40%的投篮命中率。那另外呢，在三分球的部分呢，其实两队呢哈在上半场比赛水准都很高。那么阿联这边呢是14投8中，57.1%的三分球命中率，伊朗这边呢是12投6中，出手次数少2次啊，可是维持50%的三分球命中率。那么再来其实落差最大的就是罚球这个部分，那这跟犯规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可以注意到左下角的这个最后一项，阿联他们有13个团队犯规，所以上半场让伊朗罚球罚了18次，那伊朗的罚球又准，
18罚17中，只有一个罚球 miss 啊，所以小谷我们看到上半场比赛伊朗很明显的在篮板，那么另外还有罚球次数这两个环节呢占了极大的优势。对，那其实在包含他们的失误控制上啊，在一般认为现在篮球所谓的 four factor 就是你制造犯规的能力，你的 efficient field goal， 然后还有你制造罚球的能力，这一点伊朗都是打起来上半场是明显比对方还要主动很多。当然阿联他们在开赛的时候几个三分球的投射把握度蛮高的，不过整体看起来他们第一个防守脚步有点跟不太到，再来就是体能的影响，还有 Terry Thomas 其实第二节是完全没有打的，看起来对他们整体战力都是真的陷入比较困境的状态。是球队的得分王平均一场比赛可以攻下20.3分的 S Omar 呢，上半场比赛呢是为阿联拿下了13分。不过就其实像球评刚刚所提到，你会发现呢他在半场的攻守上绝大多数的体能都会放在进攻上，对，防守上当然没有办法，这个其实没有办法强求了，也很难为他了。对，这就是连打8天这样子。OK， 那8天的最后一场比赛，那伊朗这边呢，达里祖黑呢在上半场比赛打完之后呢，目前为止呢攻下了15分，是球队最高的赛季。琼斯杯赛会呢，他平均是9.4分，那目前已经攻下15了。那么好心亚扎罗呢则是攻下了10分，阿扎里呢则是攻下了9分，小拉比呢则是攻下了7分。那相对之下呢，伊朗队呢在半场打完之后有8个球员拿下分数，比较平均。再来就是这个罚球实在是命中率太高了。对，那另外就是双方的团队篮板，现在伊朗是21-10，领先了整整一倍啊。那很明显在整个跑动都比较理想，体能也比较理想充沛的情况下，那阿联在第三节真的必须要想点办法。好，待会呢3点钟有日本来对上菲律宾，5点呢是韩国来对上是中华白，晚间7点呢则是由美国来对上是中华蓝，两队目前为止都保持全胜，请大家拭目以待。
关，三分线外起了，马建豪外线三分，高头出手得分，外围又起了，再一个，又一个三分重炮，白耀成右侧加速过了，好球！这场比赛中华白队击败了菲律宾，由中华白交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比赛，往前是一个快攻机会，暴扣篮筐，前面就抢到。突破进来，哦，好球！闪过了防守得分，在地板上，哎，前面快攻机会，阿甘上篮，哦，好球，赫丹！哇，这个犯规得不偿失哦！这边拿到之后外线卷进了 ，Oh my god！ 琼斯杯第四天的赛程，中华篮交手伊朗跳球下来正式的开始，给中间阿提诺战斗陀螺，阿提诺自己来了。中间转身要打 M1 进算加罚，刘铮把球拿到前面快攻机会，刘铮插板球进，厉害的 logo shot， 刘铮第一时间加速突破进来了，得靠刘铮，这个时候就是刘铮要跳出来的时候了。欢迎再回来，这是在台北和平篮球馆第42届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那么这是倒数第二天的赛程，
那明天呢就是最后一天了。那么今天这四场比赛呢，第一场比赛目前就是阿联对上伊朗，然后3点钟是日本来对上菲律宾，5点钟呢则是中华白队来对上是韩国队，然后晚间的最后一场比赛呢将会是两支全胜的队伍来交手，台美大战，美国来对上是中华蓝队。那明天的8月20号呢，是1点卡达对日本，然后菲律宾对美国，中华白对伊朗。那最后一场比赛呢则是台韩大战，中华蓝呢来对上是韩国队。好，上半场比赛打完之后呢，现在是55-42，现在伊朗暂时13分领先的阿联，请球评小谷来谈一下呢下半场比赛，阿联想要缩短对就是跟伊朗的距离，甚至想要逆转获胜，他们必须要掌握哪些事情？对，我觉得第一个是他们的防守端哦，虽然体能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困境，而且有疲态的状态，但是无论如何，你在整个防守换防协防的交代上啊，至少必须要限制住对方，不能这种一排像1、2、3木头人一样说过人就过人，直接打到你的家里面去哦。那再来就是他们的篮板的保护，刚刚讲到上半场全队阿联这边只抢了10个篮板啊，这个无论如何是这个篮板说要赢球，这是不太可能的事啊。另外就是下半场阿联一开始 Terry Thomas 还是不在的， Thomas 其实目前还没有是完全取得阿联的国籍，因为其实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即便是打到亚洲杯和过去亚锦赛的资格赛阶段，其实他们都没有用过规划球员，这是在西亚还有海湾区这边算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在另外一个其实没有用过规划球员，就是真的毫无血缘的规划的，就是只有伊朗了。对，因为现在包含了中国哈，已经开始用这个灰熊队的 Cam Anderson， 对对对，李凯尔，叫做李凯尔哈 ，Cam Anderson。那当然他是有1/8的，对对对，中国血统。对，不过1/8这个，即便按照那个经典赛的标准的，这都不能算是血缘的球员啊。55-42，因为这个球送过篮底下，对，给的非常好。因为海湾区的国家，大家知道，过去巴林其实在世界的包含奥运舞台上各种项目，就是一面一面奖牌的买，找了很多的外籍的佣兵助阵啊。那卡达就更不用讲，那反而是在阿联这边呢，也算是真的世界上在财富首屈一指的国家，反而都没有在这样子篮球场上有投注这样的资源。不过现在海湾区确实是真的，从西亚整个西亚的生态实力来看，是真的跟过去不太一样。是这个球切入到篮底下灌篮得分，对，这跟刚刚在中场所讲到一样，你的防守，你让对方是一个打3、4号位的球员呢，就这样直接切入单臂扣篮，这个教练团看的应该是真的情绪会蛮激动的。Sharifi 灌篮得分，59-42。这双方确实在打到下半场，我觉得这个年纪上的影响真的有出现了。因为其实阿联这一次的阵容已经很多个球员是超过30岁，甚至有到35岁哦。再回给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 Sharifi 切进去之后，双脚还是有力啊。对，直接蹬一下灌篮得分。那旁边的Yassim 他其实已经35岁了，那 Sharifi 才二十岁而已，拳踏少壮，对对对，年轻的腿，打的即便是真的在整个组织啊，还有比赛解读经验上看起来是真的比较差，但是打到最后真的体能的困境会决定很多事情。哇，现在阿联有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对，也可能就是因为脚步上有点跟不上伊朗啊，这一节还打不到2分钟，团队已经4犯了。对，其实前面2节他们的犯规问题一直都存在，大概第一节大概5分钟左右4犯，第二节大概3分半就4犯，这一节看起来是越来越快。快是，到第4节会不会还在9分钟的时候就已经团队快要加罚了？那
这个犯规多，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了。对，一个很可能因素就是因为脚步上已经是比较疲惫，有点跟不上了，所以只能用手去拉，或用手去推。真的必须要留点力气在进攻上。好，三分球出手没进，前面伊朗又是快攻，这个也打得太容易了。接进来之后呢，结果吹的是阿联犯规。是不是打到脸了？对，看一下。有哦，这个如果再犯的大力一点，可能会有点危险。主要是这个动作呢，让伊朗的四号哦，这个 Sharif 有点不满。对，等于有点现在在空中快要失去平衡的时候，还有去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刚刚讲到，其实这种规划或混血，其实伊朗过去有过一名混血的球，有过几名混血球员，最有名的就是过去这几年的 T1 联盟的 Aaron Jeremy Poole 艾伦啊，他是出生在英国，对，那有过去有过像打过法国的选手，不过他们一直都没有用过这种完全的外籍规划。他是打伊朗队，不过他是在英国出生，对，在曼彻斯特。对，就是前几年台中太阳队的洋将，对对对，新赛季他要转到全家海神。对，63-44，快速的转移，一脚这边出现空档，伊朗弹出来，篮板球最后是回到阿联的手上。我终于看到一个腿比较有力的球员，就是、感觉还跑得起来，因为年轻的腿。对对对。哈密·阿拉布里奇出手得分，虽然不是球队最年轻的球员，但是基本上是真的，现在看起来比较跑得动的。22岁，连打八天对他来讲还行。哎，对，还可以。63-46，篮底下，哦，高举高打。那因为阿联这边已经团队这一节已经是5犯了，所以防守上当然就是比较被动一些。被过了也不能做太多动作，65-46。其实对伊朗的防守端其实还是有蛮多瑕疵的，包含 switch 的时机，还有整个防守站位上。不过现在真的阿联这边进攻还是比较多是个人的单打独斗，这比较可惜啊。看一下这个刚刚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对，这欧洲步跨的步伐是蛮大的。这种连打八天哦，对，我体能还是很好的，大概就是像韩国。对对对，我那个有一年韩国也是安阳七人中，对，然后蔚山太阳神，哎，蔚山太阳七个人，对，然后打到最后一天，结果他打得比别人还有力，对，而且还拿到冠七连胜拿冠军了，真的是超扯。对，但这可能对他们体能的要求，还有就是说他们平常的饮食，这个都可能有很相当的关系。对。当年也是琼斯杯一个这也算是可以说津津乐道，或者说大家会觉得真的有够厉害啊，因为单一球队，单一球队当年来的时候想说是有7个，想说这个是不是不是很看重这个比赛，没有，人家真的超认真的哈，对对，7个就够了，对，67-46。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播的时候，就大概3-4天的时候，都很多人担心说他们体能。对对对。后来发现这都是白担心的，对。好，现在伊朗队领先的分数呢，来到20+，对，不过70-46。不过讲到体能，跟他们平常的训练还有整个比赛强度有很大的关系啊。你真的打一场比赛，或许这些在西亚的国家有办法跟你一搏，但是真的。多打个几天呢，你这个平常训练的累积啊，有没有接受过这么高强度的对抗，这真的骗不了人啊。刚刚有讲到，现在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边，他们的比赛一年就只有国内只有7支球队，他们的例行赛就是打2个循环，就12场。5分半钟。那他们比较好的几支球队还有参加西亚超级联赛，不过这个比赛就是
看得出来，这比赛强度跟整个投入的程度，强度算是还可以，但是真的各国的投入的程度算是相对没有那么积极啊。好，长篮板现在回到阿联的手上，五分多钟，第三节比赛结束。哇，差点掉球，救回来。零点这边有一个空档的机会，出手进。十号的欧玛阿里梅里出手得分。对。刚刚落到24分了，现在变成19分的差距。哦，伊朗这边也回进了一个三分球。哪里组员？哪里组员？这场比赛目前已经攻下了23分了。主要是对方真的第一线防守是真的比较陷入被动。啊，讲他今天整个进攻端的感觉是非常好啊。目前为止他是 team high 啊，也是 game high， 整场还有全队的得分最高的选手。篮板球最后是被红色球衣的伊朗队给巩固下来，73-51领先阿联22分。塞拉尼下，准备要背筐，在塞拉尼下。哇，这个会这样子投是真的比较没经验。我篮板球呢，再回到伊朗手上，第二波进攻机会。还有8秒，这场边的教练不断讲说，是对着球哦。3分半钟，第三节比赛结束，外线跳投出手没进，长篮板最后是回到伊朗手上。这个 stable 算是有成功的阻挡下来，裁判最后给的是进攻犯规。哦，感觉是两边的教练都有点话想对球员讲。好，场边现在有一个暂停呢，刚刚吹判的是86号哈辛阿扎里的进攻犯规，我们休息，稍后回来。这是在台北和平篮球馆呢所进行的第42届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大会倒数第二天的赛程。那么今天在下午1点钟所进行的比赛，那目前73-51，那么伊朗呢现在是领先22分。对，按照现在双方在第三节的攻防表现，下半场看起来阿联这边是真的更显得有点疲态啊。首节打完之后呢，双方是26-26平手。对，那么第二节中段呢，伊朗把分数给拉开。那现在是更拉开，现在连伊朗换上这种已经更年轻一批的球员了，有这个本钱了。对对对，现在领先还是20加，做了一个假晃，球到拉里下，垫步再上去，再跟进，哎呀，自己也抢在一块。包含十号的像 Harry 哦，他2006年出生，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年轻，前仆后继啊，在拉里下呢出手得分。三分球出手，15号出手得分。
哎呦，这个球想直接三篮以下，直接被抄走。阿联快攻没进，但还有跟进的球员。对，这两波应该伊朗的教练会真的不太满意哦。应该是要把握住的球，最后都变成这种给对方反快攻和一对一的机会。是，所以分差现在来到20分以内的19分的差距。对，内线其实有一个可以给的机会哦。哎、欸，结果这个还进了、啊、哇，这个到底是怎么进的？对，86号的 Hashim Azari 这个球自己都笑了。对对对，他也没有打算要进的，因为刚看他抛出去的那一瞬间，感觉他也想从想进攻篮板，就是怕违例了哈、哦。对，但没想到篮筐呢弹了2-3下的弹琴，而且的确、这个应该也没有翻越到后方的篮板，没有违例的情形。这个该怎么讲？是阿拉有眷顾他们，他信的神有保佑。对对对对，77比56。哇，这次阿联就算守的还不错了。好，再看一下，刚这个球，一个垫步之后往前面一抛。真的是没有弹到后方的篮筐，篮筐后面。好，那现在是阿联喊暂停，第三节还剩1分钟，阿联队喊暂停，77比56。Gushko, bazi badi in kar mikoni. Gako, esap, elate biyin bebinidin baziyo. Zon zade budan in baziyo. Man budan ayfer mizanim.حسین توپو میاره طاهری وای میسته اینجا اساق وای میسته اینجا مجید اینجایی آمر You make the first screen Latif you clear Okay Hamid you are here I want you They gonna switch Your screen and your roll.Okay, now on everything when they switch, we play two action on the same roll. Okay, screen, re-screen, screen, flip, screen, slip. Okay, we clear myself. Yellow, yellow. Hey, one more stop without foul. Yellow. 好，第三节剩下1分钟整。那么三节的比数呢？现在是77比56的伊朗暂时领先阿联。对，刚刚在上一个暂停过后，其实伊朗这几波都打得不是很，真的有找到真正的机会啊。不过看起来最后结果都还可以啊，所以教练也没有再选择再调度哦，再换其他的比较有经验的球员。哇，运到脚上，被伊朗直接给抄走。前面还是造成了阿联队的犯规了，伊朗现在有发球机会。对，12号的哈塔米。这个分差啊，再加上 Terry Thomas 呢，刚刚第三犯的时候，他下去是一搏一搏的，不排除下半场就休了啦。好，篮板球最后是被阿联给控制住，两个罚球，伊朗队并没有把握住。三分球，出手没进。好，篮板球回到伊朗手上，想打一个 2-for-1 哦，但是这个第一次的攻击并没有成功。远投三分。篮板球回到阿联手上，人家有充足的时间来打对这个最后一集。不过球要先送得出去哦，因为这几波他们其实打的都不是很团队。犯规，不过这个犯规对伊朗来讲应该还好，团队第三次。哦，这个要注意时间哦。
好，这个出手球进，最后至少是一个好的结果。是，好，三节比赛打完，那么在前三节打完之后呢，现在是77-58，伊朗领先。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在和平篮球馆所进行的第42届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伊朗跟阿联的比赛呢来到最后一节。对，其实这场比赛在阿联这边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他们的防守端哦，连续三节都让伊朗单节拿超过20分以上，那看起来是一个准备要破百的节奏。其实真的 FIBA 这种40分钟的比赛，真的被对方动不动拿超过100分，你这个要赢球是真的很难哦。哇，裁判这边好不容易要回了球权呢，结果裁判吹的是阿联队发球的5秒违例，所以球权又要回到伊朗手上。吹判的是发球违例。伊朗很快就攻掉了，但出手没进。对，哇，伊朗现在在场上是越摆越年轻了。刚刚是看到是 Jafari 跟另外是 Tahari， 哦，他们的两个内线球员都是2005年之后出生的，这个是差不多就是16、17岁了。今天阿联整体上来讲三分球还是够准的，哦，所以现在又再追上来。22投11中。现在阿联就基本上是50%的三分球命中率，16分的分差。没有，这个完全就是球也不传了。借由个人的单打能力来得分的，但是并没有成功。刚刚本来伊朗这边有给24号的 Jafari 一个 backdoor 开后门阿里乌的机会，但第一时间并没有看到，最终还是以失误收场。另外就是这几波伊朗其实都是 Darisa Han 在场上，但是他完全没有拿到球。
反而是让其他的球员来负责 playmaking 跟整个进攻组织发动的责任。篮板球最后是回到了达里祖汉手上，经验还是比较好一些的，放慢下来。对方的防守现在开始守得很黏了，哦，结果这也被吹的是进攻犯规。球权现在要回到阿联手上。教练应该是想要先把他换下去了，稍微冷静一下。好，86号的欧辛阿扎迪，13号的马克里耶现在上场。哦，那这一节目前阿联呢，在团队犯规次数，哦，又真的要做比前三节好多了。我在第三节这个时候已经示范了。现在一次犯规都没有。对，哦，好球，哦！哇，伊朗这边可能要稍微神经要绷紧一点点哦，待会应该就会把先发或主力给换上来了。对，那这有点变成14分的分差，有点失分失血止不住，而且都是让哈米拉的 Breaky 一个人就是从外面打到里面而已。哇，这是一个走不稳。哇，结果这个裁判对，确实啊。急着想要大打小，但是吃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第四节这个失误是真的有点惊人。对，这连续的失误呢，现在也给了阿联追上来的机会。对，这个脚步这个不太应该啊。身高比别人高了超过15公分，结果脚步交代不清。然后伊朗现在换人，7763。高位的掩护，还是冲拉里下，再出手啊！对，这是成功防守。伊朗这边成功的防守，要回了球权。77-63。哦，这就切入，双手灌篮。No， 切入之后已经没有人防守了。12号的哈塔米5出手灌篮得分，这场比赛目前伊朗队的第9位球员拿下了分数，一场比赛只能登入12个，那9位球员拿下分数。被关门，稍微影响，吹的是伊朗这边的犯规。再看一下哈塔米5。被假 hang off 之后呢，直接冲进去，双手灌了。对，23号球员确实个人能力，尤其打到最后，还是看起来，哦，这防守交代，所有人都在谈什么？这个对方的爆发力又好。对。刚刚有一点点，到底谁的锅这种情形，看起来大家都不想把那个锅带回家炒菜煮饭。79-63，6分40秒，第四节。出手就比较高难度了。我这边哈塔米又来了，冲上去就有灌篮的机会啊，那被犯造成对方的犯规。因为看起来是打比较多这种一对一的个人转换哦，但对方其实阿联这边年纪啊，刚刚犯规的球员其实已经超年过30啊，这真的就比较无力啊。好，这罚也罚进。81-63，那么现在伊朗啊18分领先的阿联，还有6分20秒，6分半钟，这场比赛结束。哦，再往中间给，篮下弹进，对，
哦，这边是 Tahari。81-65，我们伊朗现在是6分领先阿联。对，刚刚打进去的 Tahari， 他其实去年还在伊朗 U16 的国家队名单里面呢。我因为去年的 U16 是因为是延迟举行。好，给到篮下，第一波没有放进了，但第二波把球给放进。836。有碰到，所以还是阿里的球，并没有回抢的疑虑。哦，这个又是完全想靠个人能力来处理的，这个其实真的不太理想。5分15秒，第四节比赛结束，83-65，对不起。哦，这个球篮下又过了。那现在又来到20分的分差，伊朗领先了阿里20分。对。第三、第四节，包含 Omar 和另外是 Terry Thomas 是完全没打，看得出来，就真的阿联这边呢，其实真的需要一个拿得住球的一二三号。他们的4-5号球员看起来还是有一些在内线的防守或者是对抗能力的，但是整体的进攻串联看起来只能依靠少数球员这样个人能力在打。这其实按照未来亚洲的整个，包含是西亚洲湾区这边的竞争力，这样打其实真的是蛮辛苦的。是。那琼斯杯男组跟女组一样哦，就是明天呢，在所有比赛结束之后呢，将会举行一个隆重简单的一个闭幕颁奖。对。那会选除了团体不是选，就是说按照排名的哦，对，团体奖项啊，金牌、银牌、季军啊，就是冠军、亚军、季军之外呢，大会也会选出这个最佳五人，对，最佳五人。不过当然基本上应该还是以就是可能台日韩的哈。应该说台韩美了哈，就是说对对对，前段的这个球队哈，可能入选几率比较高。好，还有4分04秒，这场比赛结束，现在比数呢是85-67，那么伊朗领先，我们休息一下稍回来。欢迎再回来，还有4分04秒，这场比赛结束。那么现在是85-67，那么伊朗暂时取得领先。这是今天所进行的第一场比赛，稍后的第二场比赛呢将会是日本对上菲律宾，然后紧接着中华白来对上是韩国，中华蓝来对上是美国。那稍后比赛7点呢，假设美国 UC Irvine 他是获胜的话，他就已经提前拿下了本届琼斯杯的冠军。确实 ，UC Irvine 在这一届的拼战精神，还有对着琼斯杯的重视程度，我觉得这算是近年的外队里面非常非常少见的。对，其实大家看转播或是到现场看比赛啊，首先第一个纪律了哦。对，纪律非常的严明的，教练还会在大比分的时候告诉他的球员，我不要让哪一支球队得几分以上。对对对。我就看到他常常真的一开始的前面几天呢，一个防守篮板没有掌握下来，一个防守没有扑到地上去，这就是马上下来。这个是不是官校来的？对对对，因为像那个马刺的波波教练，对，他以前也就是对在这个他应该是海军，他应该空军官校，对，官校来的，对对对，85-70，哎呀靠，哎呦。但差一点点，这个第四节还有这种力。嗯。前面快攻被毁掉。
这个球差一点点。不过我觉得确实这在现这一届琼斯杯啊，包含是 UC Irvine， 那看到其实疫情后，这各国对于篮球的重视，在这三年里面其实都有一些改变。因为像过去像阿联还有像卡达，这个已经算是淡出国际视野，是有一小段时间的国家。你看到他们现在这一批派出来代表队，你可以观察出来他们未来在国际赛上的走向。远投三分没有进，三分十秒，这场比赛结束。赛前伊朗是一胜五败，那阿联呢则是三胜四败。那伊朗呢，这唯一的一胜啊，是他们第一天击败卡达，69-63。那接下来呢是72-84输给韩国，63-80输给中华篮，90-98输给菲律宾，72-73输给日本，然后48-80的输给美国。也就是说，伊朗的这几场比赛，除了大比分输给美国之外，他其实输的比赛也都不算输的太多。换句话讲，他也是有赢球的机会了。对，看得到，确实伊朗这批球员真的身体条件哦，高度上是真的条件还不错。那阿联是三胜四败，他们是第一天84-104输给韩国，8月13号49-109输给美国。那接下来8月14号73-71险胜菲律宾，8月15号71-69险胜中华板。好，然后8月16号57-81输给卡达，然后8月17号85-103输给中华篮。那昨天那个阿联呢是86-76呢击败日本，这是两队呢在前面比赛的赛程。Don't move, don't move, don't move, yeah。2分30秒，现在是87-72，伊朗现在是15分领先的阿联。往一下。再出来三分球，这边出现一个小空档，但是并没有投进，球出界，裁判吹是伊朗球。伊朗这几个球处理哦，还好是有救回来，是，还跳得起来，不然应该要失误了，有点惊险哈。高位挡拆，然后再给到篮底下的队友，这个球还有跟进，是篮底下的扎点，哇，糟糕，现在有球员受伤了啊，哇，这个真的有一点点得不偿失哦，这个抱着脚踝啊，哇，看起来是非常痛苦。12号的 Hanami Fine。刚刚还有一个切入的双手暴扣，但他现在左脚踝受伤了。对，看一下下来的时候，可能是踩到人家的脚，跳太高。哇，这个左脚是个大翻船，是，非常非常疼痛。对，啊，比赛呢也要暂时终止下来了，1分52秒。且伊朗明天还有一场赛事。那这两队基本上都是连打八天的哈，只是阿联是从第一天打到第八天，伊朗这边呢是第一天休，然后从第二天打到第九天。那台湾真的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国家，对，赶快就大家也这个希望能够给予他一些精神上的支持，也只能这样做。对，我希望他没有大碍啊。刚那一下真的是起跳之后没有下落的空间了。87-72，这边伊朗最后是摆上他们年轻的小双塔，这个分差应该已经够了啦，而且再飙一个三分。那现在阿联要喊暂停，还有不到100秒钟的时间啊！伊朗飙进三分之后呢，阿联的总教练，看今天一整场对于球队的防守是感到相当不满。对，最后他的表情我觉得是有点无奈。Ahmed, go inside.
他是在2021年的时候开始接任的阿联这边整体的篮球国家的主训，看得出来他应该会花上几年的时间，稍微是把自己的篮球概念是慢慢交给这些比较年轻的球员。不过刚刚也讲到，其实现在海湾区这边整体的竞争力是真的提高很多，因为过去其实也是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亚洲亮相的巴林，他们现在是打进了奥运资格赛落选赛，在亚洲区这边的出线名额。这个是 Terry Thomas 啊，那么在第二节的时候呢，脚受伤，就一搏一搏哈，然后第二节没打几分钟就受伤，下半场比赛就完全没上。对上主力 Omar 的部分呢，下半场比赛也几乎是没怎么上。看一下伊朗的一号塔利祖汉，这场比赛呢拿下了23分，真的是远投近切，什么都有。而且也有这种埋伏在弱侧边的投篮啊，其实身高条件也不错，超过185公分，在亚洲这边已经算是一个大号控球。好，再回到场上，时间剩下最后1分39秒，今天双方各有一个伤兵。好，阿联球掉，伊朗快攻，哦，最后是吹是阿联队犯规。对， Rahimi 这边还是打得很凶啊。低球罚进，哦，两罚都罚进了，92-72，现在伊朗领先20分。这场比赛剩下1分30秒钟结束，三分球出手弹出来。伊朗赢球之后呢，战绩呢将会变成了2胜5败。进入到今天比赛前呢，其实是有3队2胜5败。对，应该说只有3队是1胜5败的，分别是日本、菲律宾跟伊朗。伊朗今天赢就是2胜5败。那待会呢，日本跟菲律宾交手呢，也会有1队2胜5败，那会有1胜6败。94-72。那刚刚讲的这个闭幕颁奖典礼呢，是只有前3名呢会站上颁奖台，那基本上已经是确定了，就分别是中华蓝队哦，还有美国队 UC Irvine， 还有韩国安阳 HGC， 那只是说这个排名顺序是怎么样，因为如果说假设稍后今天是中华蓝击败美国的话，对，就是中华蓝有机会提前封王，应该不会提前封王，那还要看最后一天的台韩战，是因为还要对韩国，所以对。就是明天的中华队对韩国比赛呢，将会攸关的最后的排名。那当然，如果是美国获胜的话，那因为美国击败中华来跟韩国，我就提前。好，这场比赛结束，要告一个段落。好，双方握手了。时间1分1秒的流逝啊，那么最后伊朗啊，就是96-75呢击败了阿联，拿下比赛的胜利。那伊朗赢球之后呢？拿下了本届琼斯杯赛会的2胜，2胜5败。那全场可能比较落寞的，大概就是 Hanami Five， 因为他受伤。也希望他不知道明天能不能上场，也希望他能够尽量早日康复。那最后伊朗拿下比赛的胜利哦，战绩来到2胜5败。那阿联呢，则是结束了他们在本届琼斯杯的所有赛程。那最后呢，是以3胜5败呢来做收。我们最后请球评来谈一下这场比赛好吗？对，我们可以看得到阿联呢，他们在前面几天的比赛展现出他们的竞争能力，但是打到最后一天，包含是整个有点兵疲马困的状况，
防守端其实从第一节就有点跟不上对手，但必须说，以他们这么少的经验以及这么少在国际赛亮相，今年打出这样的成绩，还是必须给他们一点 respect。那伊朗看得出来是年轻有力的，但也希望说他们在未来的比赛，还有年轻球员在比赛中的伤势，其实没有大碍。是，好，这就是最后的比数。好，提醒大家，稍后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是日本跟菲律宾的比赛。那后续呢，则是还有中华白来对上韩国，中华蓝来对上是美国的比赛，请大家持续锁定。那我们第一场比赛转播呢，在这完全结束，也非常谢谢球迷的奖励，谢谢，更感谢收看。我们稍后第二场比赛马上回来。How you gon' feel when I take it?